这是一期关于实体币的不及事件。视频开始，只见玩家在一废弃矿井疯狂寻找铁矿石。据他所说，此次游玩的是朋友的服务器，里面建设的很好，整体氛围也相当棒。在这里，谁拿别人东西都会主动立下告示牌告知，并在之后补上。而且朋友为了公平生存，还将所有的权限关闭，包括他本人也用不了。现在只有玩家自己在生存，其他人都不在。而这次的游戏体验，属实给玩家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。在挖完矿之后，服务器就开始莫名其妙地出现各种故障。先是无故黑屏，再是轨道被替换，还有背景音乐也奇奇怪怪的。更离谱的是，当玩家来到一旁的村庄，发现当中的村民全部离奇消失，并且在前方不远的山峰上还出现一个奇怪标志。据玩家交代，他们从没有见到这个东西。不过这时的玩家并没有将这些放在心上，他回到房屋整理完物品便就此下线。在两个半小时后，当玩家重新上线，游戏里的一些情况让他细思极恐。首先，角色位置不对，他下线时明明在房间里，可眼下他竟出现在了矿洞，并且在朝出口走去时，画面和背景音乐又接连出现异常。他觉得即便有故障，也不可能如此的频繁吧，这更像有什么东西在暗中影响游戏。回到地面，他立刻观察四周，当看向某处时，音乐和画面明显出现了滞后，这说明玩家视野中肯定出现了些不该出现的东西。最直接的证明就是他第二次出来视野转向阶梯时，那上面很明显有东西，同时画面声音再次断断续续，直到他消失才恢复正常。玩家也是立刻行动，而来到阶梯这里后，那神秘人却又出现在基地顶部的灯塔上。在经历完诡异波动，玩家快速来到他出没的位置，但放眼望去哪有什么东西。颇有无奈，玩家只好打字沟通，说这样开创造肯定会被制裁，劝他耗子尾汁不要再做傻事了。玩家没有收到回复，但一定要说回复的话其实也有，就是他发完消息的没多久，周边不知何处忽然传来放置方块的声音。玩家吓了一跳，急忙跑下来，他还没来得及仔细查看就被一僵尸袭击。那这时大家请注意基地的大门是不是多了什么东西。玩家游戏和录制软件同时崩溃，不得不说这实体的能力挺匪夷所思的。再次上线，玩家仍出现在矿洞，与之前不一样的是，他是在一间房屋里，身上的物品全部消失，还有视野也出现了似微妙的变化。那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房屋该不会是那实体的。另外，他之所以缠着玩家，会不会也是因为玩家意外闯进这个废弃矿井，从而触发了什么诅咒，以至于服务器频频发生故障，这个可能性较大。之后玩家便在矿洞探索，期间那个实体三番两次的骚扰玩家，把他吓得不轻。玩家拿他也没办法，只能施展语言压力，但他根本看不见，因为他压根就不是玩家。在拿到火把后，玩家的视野也随之恢复正常。至于那个家伙，并没因此消失，反而愈发大胆，一次比一次近，直至玩家游戏崩溃。后面他询问了曾在服务器游玩过的所有人，得到的回复都是那天没有上线，所以这实体是谁？也是因此，玩家再也没有来过这个服务器。